再来看到这个由艺人发起的公益演唱会，在今年呢邀请了超过150位的艺人在台北小巨蛋表演，包括了综艺天王吴宗宪、萧亚轩还吴建豪等人呢，都是推掉行程不计酬劳的要到场演出。而其中 Elva 萧亚轩呢，日前被平面媒体拍到跟柯震东是亲密的出现在国父纪念馆，而下午呢他戴着墨镜到场彩排，似乎是刻意要保持低调。彩排之后呢，也婉拒所有的媒体采访，要大家把焦点放在这个演唱会上。